Hello，欢迎回来，我是 Cara。然后这期视频呢，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首饰合集。这个视频我其实想做蛮久的了，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就一直没有做出来。一个是觉得自己好像首饰并不是很多，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的很多首饰都是年代已久，所以有一些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找到链接给大家，但是思前想后了很久。我还是决定做一个，就算哪怕没有链接给大家，希望能至少给你们一些灵感吧。然后我自己本身也很想整理一下，然后出个合集记录一下。然后这期视频呢，一共分为四大类，戒指类，然后项链类，手表手镯类，还有耳饰。如果你有特别特别感兴趣的门类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间表去看你比较感兴趣的那个门类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始吧。第一个要介绍的种类呢，就是戒指。然后我现在介绍第一个戒指，就是我比较常戴的这个戒指。然后这个也是我基本不摘的一个戒指。这个戒指是2018年的时候在 Tiffany 买的，所以现在戴下来有2年的时间吧。这个戒指我摘下来的时间是非常屈指可数的。首先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这个手指的指关节比较大，它也不太好摘。另外就是，也真的就是戴习惯了，所以就不怎么摘。这个戒指是一个素戒，它上面有一颗小钻，价格呢是850刀。但这个素戒它还有另外很多类似的款式，像如果是纯素戒，没有这个小钻的话，就大概好像是便宜了100刀吧，750刀左右。它的材质是18K 金的，它本身戴着是有一些重量的，就是我还比较清楚的记得我刚买到这个戒指的时候。就刚开始戴还觉得有点重，但现在就因为戴太久了，已经习惯了，所以就不怎么能感觉到它的重量了。这个戒指是因为是天天戴嘛，所以它上面会有一些这种小的磨痕、刮痕，但它整体上看上去还是比较新的，就没有说磨损的特别严重的那种。然后我有去它官网上又去看一下，它除了这种18K 金的颜色，还有玫瑰金的颜色。我觉得颜色的选择上呢，主要看大家自己的肤色适合什么颜色。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金色比银色戴在我身上更能衬我肤色白，所以我会倾向金色一点。所以如果大家去买这种稍微奢侈品一点的饰品的时候，一定要去店里面试，然后因为真的是试了才知道哪个是最好看的。图片上面看是很好看，但是，买到实物戴在你的肤色上就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个效果。下面再来介绍第二个戒指，第二个戒指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不是我买的一个戒指，这个也是大概2、3年前，然后去青岛旅游的时候。它不是在海边有那种很多的小摊贩嘛，然后它有那种就是50块钱买一个那种珍珠棒，然后它帮你打开，然后你可以就是拿里面的珍珠，所以当时就是为了好玩吧，就花50块钱开了一个珍珠棒，然后里面就有还蛮多珍珠的，选了其中一个做了一个戒指。这个戒指圈材质呢，就是当时小摊贩那里买的。所以就是可能它连银的都不是，但好处就是这个戒指因为不是天天戴嘛，所以即使它的材质不是说那么的可以经过时间的考验，因为它戴的频率少，磨损少，所以它目前还是外观看起来很好的。然后戒指是这种开口式的，一边是珍珠，然后另外一边是这种2颗小钻的样子，所以这个戒指我就可以去调节它的大小来戴在不同的手指上。然后我一般就是会戴在这个手指的食指上面，或者是和平常的这个戒指戴一起。因为平常戴的这个戒指其实蛮素的，所以就有时候可能会想让戒指看起来稍微繁琐一点的时候。就会把它跟这个珍珠搭配在一起，因为它珍珠比较立体嘛，所以你戴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复杂了一点。我戒指好像真的是没有很多。接下来要介绍的呢，这三个戒指都是之前去韩国旅游的时候买的。先来介绍这两个玫瑰金的颜色，这两个也是当时逛街随便逛到的。如果大家有去韩国旅游，就知道它真的是遍地都是这种首饰店。
然后其实你去到每一个旅游的景点都会有这种首饰店嘛，就如果你去的店多了，其实样式都还是差不多的。我当时好像就属于逛太多了，反而购物欲被我自己逛没了，所以就最后只买了三个戒指。这两个玫瑰戒指都是这种开口式的，一个是在戒指的背面，然后有一个小口，另外一个是在戒指的顶上面，然后一边是三颗小钻，一边是一片叶子。这两个呢，我一般都会叠戴在一起，因为它颜色也一样。然后，因为这两个都很细，就如果单戴的话，其实存在感稍微有一点点低，所以我就是经常会把它们两个叠在一起戴。然后叶子的这个戒指呢，它也是这种，就是盖满了钻。另外一个戒指，它好像是拿那种玻璃还是水晶什么的弄的，就是好像一个还蛮大蛮闪的钻的。但这两个真的很便宜，一个可能也就4、5刀的样子。所以我感觉后面应该会有掉漆的问题在，但这个因为不是天天戴嘛，然后也就还好。然后另外一个在韩国买的戒指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这种双环的，然后在背面这里也是可以调整大小的。我基本上是拿它来做尾戒的，就是直接这样戴在小拇手指上，也不怎么需要调它的大小。其实这个如果要调它大小，需要的力度还蛮大的，还不是那么的好调，所以我就基本上就是只会戴在这个小手指上。另外一个戴法就是可以像这样戴在指关节的地方，然后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。这个就是我现在戴的比较多的所有的戒指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再来介绍项链类。先来介绍我脖子上戴的这两个吧，它一个是这种像是 choker 的心形的项链，然后这个是我很久之前在淘宝买的，它的长短的灵活性还蛮大的，因为它这样有一排孔嘛，所以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脖子的粗细来，去戴它。然后另外戴的这个呢，就是一个真的是金链条，我有这个应该好多年好多年了，是之前我妈妈给的。这个真的就是货真价实的一个金链条。我其实之前并不是很喜欢它，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设计感，而且看起来年代感还蛮久。我很久之前就觉得这个项链真的土豪感太重了，我就很不喜欢。但因为是金的，所以就只能把它留下来，就一直这样保存着。但是最近不是这种金色的链条的项链很流行吗？所以我就又把它翻出来了，然后戴了一下，感觉还蛮好看的，所以我最近就又很喜欢这个项链。你们看这个接口的地方都还是很有年代感的那种接口。然后这项链其实因为是金的，其实还蛮有重量感的，所以我本来是想跟风买一条这种金色的链条的项链，但是后来翻出来自己有这个项链之后，我就也没有再打算去买另外的这种类似的项链了。我觉得这个戴起来也没有说很土的感觉，就还蛮好看的。然后，OK，我们再来介绍我的第三条项链。然后这个项链还算是蛮新的，这个就是这种银的一个心形的钥匙。这个钥匙挂坠和这个链条是分开卖的，然后链条呢它就有不同的长度，就大家在买，不管是在实体店买还是在网上买的时候，就可以去选择链条的长度。坠是185刀，然后链条最短的这款是65刀，所以加起来是250刀这样一个。然后如果链条长一点，它价格就会稍微贵一点，但也可能就不会差很多。这个我觉得其实还蛮可爱的。这种银的可能会比较容易氧化，目前我戴了一段时间，没有发现有任何氧化的问题。然后它有送这样的一个小包，就是大家可能保存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。然后我忘记说，我之前的这个戒指它也有这样的包装，就是给你去保存的，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戒指盒，然后去保存戒指。但是因为我经常戴，所以就真的是不怎么用到。我跟这个钥匙搭配比较多的是另外一条项链，是这样一个小钻石项链。这个钻石项链是我大概小一点的时候，7、8年的样子了吧，然后爸爸送的礼物。然后你们看这个链条，就还能看出来，这个好像是以前还蛮常见的一种链条的设计。
就这种棱角比较多的链条，但这个链条我很喜欢的一点，是因为它这种棱角比较多，所以它反光真的是反得很好。但是我拿这个小钻石去搭这个钥匙的时候呢，因为它这个链条不能调节长短，所以就是不太好跟它搭。我一般会把它换去一个可以调节长短的链条上面，然后再来跟这个钥匙搭配。我等一下会介绍给大家。这个钻石项链就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了。它其实也不大，也蛮小的。然后周围这样一圈的花，上面有一些小小小小的碎钻，所以就整体让它的这种钻石好像看起来蛮大的感觉。但其实钻石没有说很大，我好像不太擅长去搭配，不同色系的项链，反而就是可能同一个色系的，我感觉，怎么搭好像都不太会出错吧。所以我这种搭配就蛮多一点，像这两个银色的就会经常搭配在一起，这两个金色的就会作为搭配在一起。然后我先把它放回去，再跟你们介绍。然后因为 Tiffany 的这个都是这种带隔层的嘛，所以我就是图省事儿，把我经常要搭配在一起的这样两个项链就放在了一个包包里面，就这样放在两个隔层里面，然后这样收起来，这样就是想拿出来戴的时候也不用分开去找这两个。然后再来介绍一个比较冷门的项链。这个是我不怎么戴，就是仅是收藏的一个项链。这个是一个宝石的项链，然后它的链条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，就像这样，你去扯这个芯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拉出来，然后去调那个长短，像这样，就这样去调它的长短。然后，所以我就会拿这个去搭那个钻石，跟刚才的钥匙去搭配。但是这个坠我是真的不怎么经常戴，一个是我觉得它比较夸张吧，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可能真的是更多是用来收藏的，反而不是说拿出来戴的。其实它本身蛮好看的，是这种两个水滴形，然后周围是这样一圈碎钻，然后中间镶了一块宝石。其实我对宝石也不是很懂了，然后这个也是爸爸送的礼物，然后我就拿来收藏。但我觉得这个蓝色真的好美啊，因为它里面是这种有点像星空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这个基本没怎么戴过，就是少数的几次有戴过，而且戴出来真的还要担心丢。然后它就真的是一直在这个盒子里面待着，也没有怎么出来过。然后再来介绍最后的两个项链，也是礼物。天哪，所有是礼物的这些，我真的好像没有办法给大家找到链接。不过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这种首饰品牌其实还蛮多的，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找到类似的样式。OK，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介绍。这两个因为都是送的，所以我包装呢，在国内的家里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帮大家看到是什么品牌的。但是我就很清楚的记得这两个都是日本的品牌。然后第一个先给你们看一下，是这样子的一个项链。然后它的链条呢，包括镶嵌它这个蓝色石头的金色的地方，都是18K 金的。但是这个蓝色的石头这里是什么材质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然后这个石头呢，你从近处看是这种蓝色的，然后从远处这样一看就像是黑色的。然后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坠，整个链条的长度也不是很长，就大概戴上脖子大概是这样子吧。就在锁骨的位置，这项链蛮可爱的，它的链条也是很有特色的那种，因为它是像这种，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方块结，然后这样连在一起的，就很密，所以整体上反光度也蛮好看的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这个链条有两个长度可以调节，一个是你可以把锁扣扣在这里，然后另外它这里又有加另外一个锁扣。你就可以也扣在这里去让它短一点。我感觉扣短一点的这个就更像是一个锁骨链吧。然后可以再来介绍另外一条项链。
另外这个呢，就更迷你了，是一个这种类似小星星的，跟超级超级迷你小钻的项链，链条呢，还有整体的镶嵌，这里都是这种玫瑰金的颜色。这个就是超级细的一个链条加一个超级小的坠。其实戴上的时候存在感蛮低的，不是说对外人的存在感，就是我自己戴的时候。它太轻了，就没什么感觉。但是我戴这条项链还收到蛮多人喜欢的，就大家都有很喜欢这个项链。可能因为它小巧吧，所以看起来就还蛮精致的。然后这两个金色的项链呢，我一般都是去单戴，就不太会拿它去跟别的项链做搭配，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很简单的设计，就简简单单戴就很好了。然后最后要介绍的这个项链呢，是一个珍珠的。这个珍珠呢，和这个珍珠戒指的故事是一样的，就是都是去开那个珍珠蚌，然后里面的珍珠做了一个这样的项链。它是这种也是可调节长度的，但是它的可调节是像在前面，所以你就是戴上之后，它会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去调节它的长短，让这个坠这个地方就看起来不一样，但是它本身实质上的长短是不可以调节的。然后这个是我开的蚌里面最大的一个珍珠，所以就拿来做了一个这种项链。然后这个链条呢就已经有点色泽感不是很好了，所以我就在想说之后如果我不太喜欢这个链条的话，因为它这个地方你可以就是暴力拆卸一下，然后把它跟别的链条搭配在一起，就有意义的是这个坠嘛，所以我主要是在保留这个坠。然后这个是我要介绍的所有的项链嘛，哦，不对，还有一个，这个超夸张，这个应该是在 Forever 21买的，Forever 21已经，淘宝应该蛮多类似这种，哦，淘宝应该蛮多这种类似款的，就是很浮夸，很浮夸的。我当时就想说，去外面玩啊什么的，就可以戴一下这种浮夸的项链，像这样，因为它上面全是这种小碎钻嘛，就是看起来还闪闪的，蛮好看的。现在就很少出门，然后很少出去玩，或出去旅游，所以戴它的机会还蛮少的。但它保存下来还蛮好的，虽然说不贵吧，4刀到10刀左右的价格，但是它还蛮好保存的。你就这样放着，不要过多的见光啊什么的，就还蛮好的。然后它这里也是可以调节这个链条的长短，然后 K 这个就是最后一条了。OK，然后下面来介绍手表、手镯类的东西。先从手表来介绍吧。我有3只比较常戴的手表，唉，但是我呢，就前期戴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去保养这些手表，所以就导致手表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划痕，就导致了我现在有一个后遗症，就是不太想戴手表，因为不想给它添加更多的划痕。然后先来介绍第一个手表吧。第一个是这样的，然后是 Omega 的一个手表。然后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应该是个机械表，因为它是你可以听到它里面在走的那个声音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表了，这种银色和金色搭配在一起的这种样式。它的表盘是这种很简单的。它就这种很简单的表盘，有一些是数字，然后有一些是小钻，然后最下面这个地方是日期，所以这个手表基本上就是日期加时间。这个手表买了其实蛮久的了，但是因为我前期保养不是很好，所以上面就有一些划痕。现在就真的有在很好的保养它，就基本上不戴的时候就会乖乖的把它放回到他自己的包包里面。然后因为这个表长嘛，所以当时就有把这些链条拆下来。就如果大家买表的时候，一定注意要把这些东西留着，因为可能有时候哪里坏了或划得比较严重，你想替换的时候就还有的替换。然后再来讲第二个表，是一个皮质的表。这个手表是 Burberry 的一个手表，然后它是这种米白色的皮质。这个我是其实戴的比较少，就这种皮质的，我就很怕戴的时间久了之后，它那个皮就会老化呀，或者是就是有破损啊。这已经没有电，不再走了，就因为长期的不去戴它，它电池反而消耗得更厉害。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设计吧，它就表盘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它表盘上面就是有那种 Burberry 的那种格纹，就隐约大家能看到吗？
然后除了数字12之外，其他都是一些小钻。然后我再来介绍最后一块手表，这个手表的牌子我不太会读，我会打在这里。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，银色的手表，然后也是这种圆形的小表盘，它的表盘比之前的两个要小一圈。然后手表侧面调表盘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有一个这样的蓝宝石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蓝宝石了，总之就是这样的蓝色的，像宝石一样的东西。然后它的表针也是这种对应的蓝色，这个也是可以显示日期的。我觉得这个手表戴上还蛮淑女的，这个手表戴上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我的这两个，非皮质的手表，就这个还有这个金色的这个，我觉得都是那种很，职场风的，就正式感比较重的手表。我觉得如果大家去买一些很基础款的，就基本上不太会有过时这一说。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值得的投资。OK，然后下面来介绍。手镯，我唯一的一个手镯，Tiffany 的那个 T 型的手镯，这款是带钻的，然后它也是这种18K 金的，它单独这样自己戴就很好看。这个手镯我戴了也蛮久的了，就不是天天戴，但是会时不时的就是拿出来戴。然后它磨损状况就还好，因为我自己保护的也蛮好的。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这个手镯真的就是很疯狂的，所有人都在戴。就我那时候还在想，会不会太跟风了？但是就是感觉好多年下来呢，这个手镯还是其实蛮好看的。就其实它真的不太会过时。另外，我有时候偶尔会把它跟我的手表搭配在一起。就两个都是带点金色，一个是这种金色的手镯，然后另外的这个手表也是带点金色的色系，所以我觉得两个搭在一起还蛮好看，蛮有质感，而且就是也看上去不是那么的单调。就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，担心它们两个互相磨损、互相刮划，这样搭配的几率还是比较少的，更多时候就是这样分开戴。其实还有另外两个想要介绍的，这两个真的就比较冷门一点了。是那种特殊材质的，两个珠串的手链，然后我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讲吧。第一个，这个是蜜蜡的一个手链，就平常就这样戴就可以。当时买的时候，反正很多人就说蜜蜡戴上其实对身体还蛮好的，所以就买了。但我也不确定啊，这个东西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好处。我是蛮喜欢它这个黄色的，因为它很鲜艳的这种。没有拿它做项链戴过，我觉得做项链戴。应该很奇怪吧？另外一个呢是这种檀香木的手链，这个比刚才那个稍微短一点，它就是套上呢，就是这个就是长度并不是很合适，套3圈呢就有点大，套4圈呢就套不进去，所以就只能这样让它大着了。因为它是有香味的嘛，然后你是可以闻到的，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。这个也是更多是拿来收藏的一个手链，就戴的几率不是很大。蜜蜡的这个呢，我夏天还会拿出来戴一下。然后檀香木这个不是很喜欢它这个味道，所以就完全是纯收藏。你看它的包也是这种超级中国风的包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可爱的，所以我就有把它留下来，然后继续装在这个里面。然后接下来介绍最后一个类别，耳饰类的。我呢平常戴耳饰还蛮多的，所以就买奢侈品类的耳饰反而很少。因为我耳饰呢就戴的比较多，而且喜新厌旧的频率也很高，所以我很多都是买的一些平价的品牌，就比如说 Mango 啊，或者是W Concept，还有 Urban Outfitters，就等等等等，还有淘宝，还有。之前去韩国旅游的时候买的一些，我先来说两个贵的，这两个呢是两个生日礼物。先来介绍第一个，这个是 Tory Burch 的一个耳饰，它整体的格调是这种复古感很重的，包括你像它的颜色也是这种，黄铜的这种颜色，然后整体设计是上面加一个蝴蝶结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心形的这种水晶的设计。水晶的颜色有点粉橘粉橘的。其实我刚收到它的时候，我很吐槽它的这种卖相，我觉得好老土啊，一点都不好看。但是后来就是看久了，反而越来越喜欢它，
就觉得它其实蛮好看的，而且很有复古感。它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它入耳朵眼的这个地方，它这个针头吧，算是还蛮粗的，所以每次就要穿还蛮久的。而且因为它本身，它这个玻璃水晶有一定的重量嘛，所以就戴的时候它坠的耳朵有一点点痛，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去适应它的这种重量。不过我现在很迷它的颜值，就很喜欢它。然后第二个要介绍的呢，是国内的周生生的一个耳坠，然后它是这种小皇冠的设计，这个就戴上还蛮俏皮的，它不是很浮夸的那种，就是很简单，简单里面又有一些小设计。然后这两个也是我唯一两个不平价的耳饰了。然后下面再来讲平价的东西。因为平价的东西呢，就你买的时候它是没有给你放那种包装盒或者是防尘袋的，所以我自己有在亚马逊上面买一个这样的首饰盒，用来装我的各种各样的耳饰。这个是在 ASOS 买的，然后大家有记得有段时间很流行这种硬币感的，然后加珍珠的设计。我是在这个流行快要过去了之后，就后知后觉的在 ASOS 上面看到了这个。然后觉得很喜欢，就买了。它的三个珍珠是这样分开的，所以你去这样晃的时候，它有声音的。然后当时跟那个戒指一起买的，还有一个这样心形的小珍珠类型的耳饰，它是这种上面有一个小的心形，然后放了一个这种粉橙色的小水晶，然后下面是一个大的镂空的这种心形。有一些珍珠，还有一些粉色、紫色、蓝色的这种小钻，我很喜欢它整体上的这种颜色搭配，就看起来超级可爱的那种。而且这个耳坠的利用率超级高，我基本上就不知道戴什么的时候都会戴它。它有一点点的重量感，但不会让你的耳朵有坠痛的感觉。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呢，就是一个珍珠的，算是耳钉吧。这个呢是施华洛世奇的，也是买了蛮久的。但是我把另外一个弄丢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。哎，但丢了一个，你又不能把这个也丢了。还好我的发型呢，就是一边的耳朵会露出来，这边通常是盖住的，所以我就会把它戴在这边的耳朵上面。它上面戴的这个珍珠还蛮有重量感的。另外要介绍的是三个耳钉。一个是这种黑色的方形的耳钉，另外一对是这种三角形。然后三角形的这个呢，一边是这种带小钻的，一边是这种平面的。这两对呢是之前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买的。这两个耳钉就适合你去一些正式的场合，然后不太好戴一些浮夸的耳饰的时候，你可以戴这种比较小的耳钉去，让它看起来不要那么俗。另外一个耳钉长得就很像太阳花的那种感觉，就中间有一个，然后放射状的，外面有一些花瓣的这种设计。这个耳钉呢，年代实在太久远了，就已经来路不明了。它不是真的钻了，应该就是玻璃啊之类的东西。但它的光泽感，它的反光度还是很好的，所以你就戴上的时候，动起来会反光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然后接下来是我夏天戴比较多的一个耳环，戴上就这样子。就如果大家不怎么戴这种比较夸张的耳饰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开始尝试的话，我觉得这种大的耳环就是你可以先拿这个来开始尝试。然后如果你慢慢习惯了这种的话，你可以买越来越夸张的耳饰，很适用于很多个场合。而且这种就永不过时，你也永远不会说去讨厌它的设计啊什么的。这里有一个像门帘一样的很夸张的耳饰，然后出去玩、出去旅游，然后需要这种很夸张的耳饰的时候，一般它就是我的一个最优选择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呢，是在淘宝买的，是这种就是类似亚克力的这种，它的优点就是它很轻，你戴上之后对你的耳朵没有任何的压力。它是这种有点类似梯形的设计，然后中间就是穿过了一个这种金色的针，用来去固定它的这个亚克力的梯形的东西。然后它上面耳钉的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这种金色的半球形的设计。然后下面再来介绍几个
去韩国的时候买的耳饰，第一个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它很有法式的感觉，它颜色搭配是这种莫兰迪的绿色，然后搭这种像玉一样的白色，然后后面是这样一个铜色的圆环。你仔细看它摆的白色的这个部分，它有一点点像是玉石的感觉，你摸起来它肯定不是玉石，但它的设计像。很像是玉石，它上面有那种玉石的纹路，颜色啊，包括设计啊，都是很优雅的这种感觉。买的第二个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这种小布球球的设计。我当时买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它这个黄色跟绿色的搭配，我觉得这个黄绿色就很春夏的感觉，所以我当时想说夏天戴应该蛮活泼蛮好看的。然后这个也是超级轻，不会给你的耳朵造成任何压力的那种。我再来讲这个，它是这种上面一个镂空的心形，然后下面有一个红色的心形，它这个红心上面是一些就是毛茸茸的设计，然后耳钉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圆球、小圆珠珠。我觉得这个戴上好像比较适合把头发扎起来戴，因为你这个红色淹在那个黑色的头发里面，好像不太容易注意到。就如果你把头发撩起来的话，这样其实还蛮明显的。最后两个是我觉得很有复古感的耳钉，一个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这个是这种淡蓝色，然后向外有两圈，像是绽放的花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很复古，有没有？包括从颜色啊，还有它花型的设计啊，都是那种很复古的感觉。另外一个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这样，花心是紫色的，然后向外的这种金色的小花。然后下面带一个小珍珠的设计，然后你们知道吗？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当时想到的一个电视剧就是《德鲁纳酒店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我觉得它的那个调调跟他们好搭好像，其实包括这个也是，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两个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这个电视剧，然后我就买了。然后 OK，这个差不多就是所有了，其实下面还有一层。但是下面我放的就是不怎么经常戴的一些耳饰了，我就先不跟大家介绍了。我已经说到嗓子有点痛了，然后我会尽量的去帮大家找我所有这些产品的链接，然后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我会尽量去找一些类似款，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，我会放在info box 里面或者放到评论里面。然后去韩国旅游买的这些饰品，我觉得淘宝上应该蛮多的。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淘宝上面搜一下。然后 OK，那这期视频就这样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就帮我点赞、关注，然后评论。然后如果你有问题的话，一定要记得评论问我。那我们就这样啦，拜拜。